大家来到最后比拼的环节，同时也是队长最后一次来观察其他成员究竟对你们做的任务是什么的机会。我有个问题啊，他们大家做的任务是一样的吗？不知道。那他们队跟我们队不能互相做，对吧？也不见得。不一定。不知道哦。啊，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现在全场只有你们两个队长是外人，我们都是自己人。好着呢，好着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赢取香菇的机会了，请来领取任务卡。灯火里的麝香，灯火里的麝香。好，好，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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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上钟了，上钟了。 哎呀，我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尴尬？对不起。<笑>场地中央有两面灯墙，率先点亮整面灯墙的队伍胜出。整面灯啊？啥意思？咋点啊？灯火里的麝香，每队派出两个人，均在起点处就位，按下按钮，两队初始灯亮起，放开按钮，灯熄灭。 成员需要接力将未亮的灯点亮，率先将所有灯点亮的队伍获胜，3局2胜。这么多啊 ？What？ 天哪，考记忆呀？有香在这儿吗？真的 thank you 了，真的我记不住。那我每个都按一遍不就行了？哦。 全部按一遍，有些这样的都被你按灭了。好，你一会儿就这么玩。大家听懂规则了吗？都听懂了。因为这个时间简直是争分夺秒，所以一定要听懂规则。简直是，这个规则简直是争分夺秒。你简直有吓到我，真的是。咱们简直开始吧。<笑> 简直在等什么？简直，真的了，是都简直了。请两队派出你们第一轮要出战的两名队员。谁来？那肯定让深深来啊！我为啥呢？你够不着。没事没事，我们俩可以一队，正好他摁上来，你摁下来。不，可不可以帮忙抱起来？ 我可以点到最高的，真的吗？你试一下，我就在你背后啊！你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帮着你。我可以，瞧不起谁呀？哦，可以啊。你什么意思？走走，回家。我虽然很小，知道我也没有这么小气。<笑>请两队就位，走。 加油，他们俩不行，他们俩弱。谁们俩不行啊？我在那儿就听着了，他说咱们俩不行，他们俩不行。<笑>什么玩意儿？谁俩不行？不行，不行的。这俩弱，这俩弱，这俩跑不动，这俩基本上在他们组里混日子了。不要轻敌。我右边，好吧，OK， 来。不要轻敌。你俩竖排技。 你从左边开始，你从右边开始，两到三排吧，不要太。两排就好。点亮灯墙，第一轮，请准备，3、2、1。 信誓旦旦，他双手操作，加油！快快快快快，加油！哇，漂亮，谢。
都是双手操作厉害。哇，左右脑很平衡。我们是赢定了，就赢定了。你不，他不用摁就知道。哇，他好厉害。加油！跑快点，哥。哎呦，赢定了，赢定了。哦，很稳，很稳，很稳。检查漂亮，秦霄贤，秦霄贤太牛了，加油老秦。老秦记忆力好，老秦太牛了。快回来！俩，快走，快！加油！喂，你不要动手啊！快点吧。来吧，小宝贝儿！快了！站！一二三，走！耶！漂亮，宝贝儿！哎，老秦你太厉害了！老秦两棒！老秦你太厉害了！封神了你！哇，我也没有想到！你也太强了吧！漂亮啊！怎么同样是队友，就没有表扬吗？你看他是连灯都不用摁，他就可以。帅！我们是有对策的。太强了！爸，这怎么回事啊？哎，这怎么回事？是不是咱这都难呢？咱这题。没事，甭跑。哎，这题没有啥区别吧？两边是轴对称，怎么办呢？白队的信心已经换场地，换一下。请第二组队员就位。咱一排横排记行不行？我觉得竖着好，基本上就是两到三排一记就行了。或者咱都从左边都可以。算了，我从右边吧。可以啊。嗯。一二三。那你是记什么？我记编号嘛。你比如说第一排是256，第三排是35，对吧？你只要把256和35记下来就好了。是。我觉得这个好，记数字好。嗯、只要把数字背出来，你就能数了嘛。你从这边，我们俩一个往中间。我就右边，你左边。对，你这边，我这边，我们一起往。3 2 1，一。
六六六六六六六。没摁到，漂亮，白鹿。忘了就回来，加油加油，没关系。白鹿，你在装修吗？不是啊，八十。好像错了两个。没事没事。好像错了两个，错了两个。漂亮漂亮，大长腿，可以的。可以的，来了来了，宝贝儿，对，还有一次，啊，记不住了。今天都录完了还没关系呢，没事儿，最后不还是摇那个吗？妈，咱咋都输了。接下来还是要老规矩，要通过咕咕机来赢取香菇，这也是双方最后一次按咕咕机的机会了。欢迎我们的咕咕机，咕咕机，请两位队长来揭开你们的标签。我们咕咕机的运气真的不太好，游戏占了你们100%的运气。减一百，加零。哦，这边都有加40。等他们先摇吧。对，我们直接躺赢也行。对的。哇，我们赢的概率很高，只有一个是帮他们加40，看看他们是什么。哦，加零减100，哇，他们全是减的，减，你们赢的几率很低了已经。除非他们对方减100。其实真正悬念在这儿，我们只有给他们减100，所以你们得先弄。对，我们还是按照前面的规矩，都是获胜队
先来按、啊、先来选举吧，选吧，跑了半天最后还是一颗球决胜负。我们都挑战到现在了，要不要还挑战？我想一下，我们现在多少分？30分。30分，对，30分就保40就可以了，我觉得。因为你看一下对方的这个东西，他是这样的，他除非摇到那个减100，其他都是输。对，摇到减100，如果我们没有100的话也没有用，我们也没有用，所以以概率上来讲还是应该加40。对，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最小的概率是给对方加40，但你看啊，这个是30，没有这个大，对不对？对啊。然后这个是给对方加，从概率上面来讲，这个是更好最稳的。这2/3，我们加上这个，我们有70了。但是不来一点挑战吗？该怂的时候咱们就认怂。该认怂就认怂。刚才说的那句话，说我们这个队年轻又有活力，把跑男那种不抛弃不放弃、永远挑战的那句话说的，把我的都点燃了，你知道吧？但我是一个善变的男人。但我是一个善变的男人。真的假的？就是这个输了我也认了，对，就这么个心态，是吗？哎，年轻人，年轻人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年轻人怎么这么保守啊？哎，这个是稳的，啊，这个是稳的，啊，啊，可以，哎，70，那我们没得选了，那我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吧，我们一起吧，一起吧，命运都在这个球上了。耶、yeah, ！等一下，耶、yeah, ！这帮人做游戏没有力气，完了拍这玩意儿一起啊，咱一起啊，一起，你真是，哎呀，真是，哎呀，真是够了你们，同学们，命运就在此一搏了。我不信了，他能够涨100，我真不信了。他要是减100，真的绝了。这样不行。来，准备好了吗？来，二，准备减40，减100。他们全是捡的，你们赢的几率很低了，除非他们对方捡100。真正悬念在这儿，我们只有给他们100。 No！ 我们试一下，看看挑战的结果是什么。来，试了俩。啊！更刺激！这就是坚毅，就是要挑战，一定要挑战。我录了这么多年节目了，我第一回动脑子，然后输给了球，你知道吗？我刚才就说要坚持挑战，任何选择承担后果。我知道，至少我在这件事情上学到了一个心态。不能摆烂，爱拼才会赢。这有点运气，大反转，拍戏都拍不出来的，剧本都写不出来。经过大家一天的努力，最终蓝队一共获得了-30个香菇。谢谢。耶！白队一共获得了50个香菇，恭喜白队获胜。所以白队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济宁的香菇大王，香菇王，菇王，有请我们的香菇妹妹送上白队获得的50个香菇，谢谢，菇王，恭喜白队的每位成员都可以获得由 MC 提供的奖品一份，失之交臂，这么大这次，哇，怎么？
怎么这么大呢？这回这干啥呢？干啥呢？哎呀，老虎啊！哇，本命年，很适合我，很适合我。不是，我问一下子，卖力气的没有什么？原本你们的奖品是你们手中的香菇本身，回去我们还得买点送给你们。这还要种种几年的香菇，我们还得赔人家三大。对，但是因为你们没有嘛，负三十，所以我们白队把你们手中获得的这五十个香菇送给蓝队，成为他们的。来，坐好啊。我们已经蓝瘦香菇了。蓝队蓝瘦啊，香菇接下来要结算的是两队秘密任务的完成情况。哦，对，还有这个呢。对，我们不想翻倍了。我们翻倍没有，我们翻不起了。我们翻倍是负60。你翻倍的时候没考虑过负数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不要。你真的是在侮辱我们。对，是不是？我希望此时你给我闭嘴。蓝队在群里撤照片。你你们漏了。所有成员对队长的秘密任务都完成了。如果两个队长都猜中了成员们进行的秘密任务是什么，那么你们手里的奖品就会翻倍。哎呀，猜错其他队员翻倍。哇，哎呀我的妈呀，摆烂了啊，真的摆烂了。我就喜欢吃香菇。请蓝队的队长坤儿来猜一猜你们的成员对你进行的秘密任务是什么。一个一个开始猜是吧？可以一个一个猜。还是一起猜？就是一个猜吧。一个一个猜。对，秘密任务是统一的。他就在套你这句话呢，你看你让他说就好了。那你说吧。安慕希清甜菠萝口味，喝一口吧。最新口味哟，喝一个吧。清甜口味哟，喝一个吧。队长，我给你握握手。你好，握手。确定吗？不确定。没事，你猜错了，我把我那袋匀给你。你终究都会有一袋香菇。他没猜到。哦，没猜到。握手还是机长？机长还握手。跟手有关，还没对是吧？直线思维就是机长。确定了啊？不确定。应该是机长。你就随便猜一个吧。大胆的蒙。大胆的蒙一个是吧？大胆蒙一个。再大胆一点点。再大胆一些。当然了。再大胆一些。亲我，亲我，亲我。What？这够大胆吗？今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谁亲过你了？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谁干了这事儿？我想一下啊。非常大胆，离得远一点，坤，远一点点。大胆一些，哦。我们都看穿了你的秘密。我的秘密？嗯，而且很细节。对，很细节。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人要急了。坤，你等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你今天都不用体检了，我告诉你。蓝队真的是好认真，很努力。你们那就几袋香菇，有啥好考虑的？你太过分了，白龙。就猜了，猜错了，然后多几袋香菇还能多匀一点，猜对了也就多一袋。真是，我就说了香菇最大化嘛。我们这掰也掰不开，你说是吧？来吧，给我一个答案。看我手机了。这个答案是错误的。耶！我又有一包香菇了。耶！我又有一包香菇了。耶！耶！先为蓝队的队员送上各自翻倍的香菇。这么大盒啊！是我们的精品香菇。哇，这还真是。哇，谢谢。精品菇，哎，这个好呀！
所以还是看我手机了是吧？不是，他们拿手机拍你啊？拿手机给你拍照？你没有发现他们一整天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手机吗？从第一趴周深要跳杆子的时候，他就手里拿着手机。我们俩这么明显吗？手机，手机。所以蓝队成员的秘密任务就是用手机拍下队长的身体某个部位特写，并且不能重复。我们来看一看几位的摄影作品展。哇！不说咱拍的怎么样啊？侧眼少，还可以啊，这一张拍的还可以啊，可以啊。哎呀，这个可以啊，这拍的小。你早这么弄的话，我得把我代言的都穿上呀。心形后脑勺，爱心。周深拍了一个系列。哇，你还有构图的我。你这个也有设计啊，这鞋底真漂亮。没有一个敢拍正面的是吧？当然。做贼心虚的。所以说，男孩子在外面还是要保护好自己。行吧，那你们谁分我一袋香菇呢？来，我分你。我也分你。这就分我。再来，请白队队长来猜一猜，成员对你进行的秘密任务是什么？我都能想象到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像老沙之流啊，一定是出了这种馊主意，最简单即最困难。但是我逆向了他们的逆向思维，我预判了他们的预判。哦，你说吧。他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对我做了同一件事儿。哦，就是对我拳打脚踢。哦，又为在第一趴，我俩素不相识都踢了我一下屁股。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是拍我肩膀撕名牌，还有什么呢？我来换一个，超明显的，他那一脚踢在正中间，你知道吗？要不是知道早上有任务，是不是都挂不住了脸？太想完成任务了。我踢完之后我也后悔了，然后白鹿走在路上，莫名其妙给我捶背。老沙是一直对我动手动脚。哎呀，要滚呀！上一趴的时候，我其实试探性的说了一下，轩逸的脸是这样的。大家，不不，这边都拍拍。啊啊，拳打脚踢是吧？他没有注意到我还在观察他。连信哥在最后一趴进场的时候都这样。我忍超久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很明显。海哥，你觉得成员对你进行的秘密任务是什么？拳打脚踢吗？凯哥的答案是正确的。哎呦！白队成员们，你们的秘密任务是用玩闹的方式踢他一脚，表达对凯哥的喜爱。这么明显的任务，我能不能上那个队？快，想踢他一脚。这事儿好像只有我干得出来呀。我们请裁判为凯哥送上另一份奖品。哎呀，我本来还想我们都赢了，然后给你们分一下的。看这个。今天一天，我们畅游了吃画奢香，探索了奢香致富之道和有趣的奢族文化，小不给力。同时，也体验了丰富多彩的奢族民族活动。我们不仅了解了景宁600工程，深入认识了香菇、茭白、惠民茶等一系列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景宁人民不断创新、超越、突破。相信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引下，景宁一定能在绿水青山之间发展特色产业，展现民族魅力，早日建成共富新奢乡。富裕山区26选，得草吧景宁，快乐吧奢乡。欢迎大家来到
有音乐的一二三层。那我们完了，我失业了。这里也有音乐。现在跳起来呀！磕牙了，是不是有点紧张？真的紧张。啊！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乐器？大象鼻子断，我觉得那有意思。那我这芭蕾时刻热聊、视频、点评等不定时突然哇！这个我都看不出来啊。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首席音乐人，我是爱音乐人，好吗？让音乐重获新生。音乐带给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自己以前拥有的东西，原来是这么的美好。腾讯视频观看。奔跑吧！